到红色这边，然后这样转出去，红色就是跟刚刚一模一样，对，對對把它接上去，这个就完成了。接一直接一直接，一点点。然后如果是在这边的话，也是一样，转过去，然后这边再过去，就看看。如果是这样子，就是，然后如果在旁边的话，你要把它折下去。这个旁边特别红色，看看哪里，你要把它移过来，然后这下面，然后再转过来中间，然后移下来，这个再放开。然后再来，但是如果这个在其他地方的话，你用一面了吗？这的话就要把它转到这边来，然后转下去再过来。知道了吗？循序渐进。然后如果在这上面的话，就下来，转过来，然后再一次，再接上，再弄这里。那你就是先把这边的用。慢一点好了。这边的话，接下去它就已经转下来了。好，不要先跑。好。那你跟他讲一下，那个都你们那一种的话不能转，不能转接，你转一脚那个哦，脚不能转，一定不能转。像我这颗是可以转，你这颗是可以转。我转的我会。哦，你会把它恢复，哦。你先拿什么？